我是永林，而家驻守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军装巡逻小队。警察基地是位于机场的范围，是属于禁区，所以我每日翻工都要坐间车去基地开工，车程大约15分钟。我哋呢度系港珠澳大桥嘅事故控制室，咁我哋平时喺度就系主要监察汽车嘅出入境流量，同埋如果出面有发生任何嘅事故，我哋就会安排同事去到现场作出处理。咦，我哋今日呢度出面有冇啲咩特别啊？冇特别啊，一切正常啊。呢度系车底监察系统监控室，咁啲车辆入境嘅时候就会由珠海同埋澳门。经过呢个车底监察而进入香港嘅，我哋平时都会进行反罪恶嘅巡逻，以确保出入境旅客嘅安全。呢个保安中心喺旅检大楼嘅入边。如果旅客有需要报案的话，我们会尽力提供协助的。我们港珠澳巡逻小队的同事会用心为旅客提供专业的服务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